兵役。巴西总统卢拉上台了后，就讲伊要处理亚诺马米族的保留区内底非法挖金的一个活动。也过双方自今年一月份开始，关系是愈来愈紧张。加上顶个月一个月时，阁有发生武装冲突，过程中有造成一个原住民甲四个非法的工人不幸过亡。在巴西北部罗赖马州的亚诺马米原住民领地，是巴西面积上大的原住民保留区。当地一直受到非法采矿者入侵，非法采矿使用的水源造成的水污染，影响原住民社区的食品安全和供应。地区几百个囡仔和老人，在过去这四年来，因为营养不良和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来死亡。左派总统罗拉上台以来，一直真拍拼处理非法采矿的行为。原住民部的资料指出，入侵保留区超过两万的采矿工人，差不多有八成拢已经被赶出去啊。不过，村内还是大声的在抵抗。顶个月二九的武装冲突事件，造成一个原住民，还有至少四个非法的矿工不幸死亡。原住民部的部长瓜哈哈拉，隔两天召开记者会，讲绝对袂容忍犯罪的行为，会更加拍拼，把非法的矿工赶出保留区，无排除会派出武装部队来做处理。Agora, o Estado não pode insistir em permanecer, apoiar ou incentivar a presença, a permanência desses garimpeiros no território Yanomami, porque acho que o Estado não pode ter como principal atividade econômica. Conselho de Simbun, Ong Hui Mung, Benhê.